分子在列车上采用各种手段偷盗旅客钱财的事情时有发生。您在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原来啊在铁路上的一些人待过的人就秘密地成立了一个小组，周春生也参加了那个组，就是搭火车，偷火车粮包。火车因为经常开来开去，他们都走，哪个车有，哪个车没有，哪个货车怎么扒，他们都知道。在站上时候，火车不是停了一下，然后慢慢开动，他就在慢慢开动的时候。他扒火车就上，他人很溜啊，原来铁路上的，然后上去以后，看您那个麻袋粮包，就往下踹下一个粮包，然后下边就有人接应，或者跑很远的地方去把包给拉回来，拉回来以后，他们就一分，把这些粮食一分，然后都藏，都给藏起来地方，这时候就。大量的跑人，大量的死人，还有人就胡乱开了，就已经乱了套了，也管不住了。就偷那个什么，当时那个火车站附近，这有一个什么个简便的这个车站，什么解放军的拉的粮食车子，就是从那里去偷去。偷什么东西呢？偷这个包谷粒子，偷这个麦子。也就这些东西，再没其他的。那被军人发现了？军人都发现的，不是没发现，实际上都发现，因为我们这些人他们都是，你说有力气嘛？那时候已经饿得这个样子了，有多大力气啊？没多大力气。那个穿着呢，都是这样子，冬天的，就是一个灰的那个棉袄，灰的一个棉裤，对不对？蓬头垢面的，他怎么会不发现？他都看得清清楚楚。都是一些这个说老话已经都是快完蛋的人，所以这个解放军啊，我觉得是还是好，他不对我们不动动枪动棒的，他们也都是那个什么，那时候每一个车都有押运员，押运员都带枪的，那么我偷也没偷到多少东西，我这个。就是那个棉衣口袋，是下面的口袋，这碎碎嘛，有的时候还带一个小的这个小的口袋，邮寄包裹来的那种小口袋，装一口袋。所以他们也给我们也蛮客气的，我看是蛮客气，也知道我们饿的实在不行了，否则这些文弱的人哪会去做这些事情啊？伤尽脸面的事情也不会去做的吧？估计现在。不在了，高级是1904年死了的。第一，那么一个小队窝子里一块布啊，高级和一个本地一个人，两个人时间长了，关系那个了，就能干发执行活了，就是让我们两个就上了呢，打算逃跑了。但是那个人一站立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反正是窝子不能连累你啊，你连累你都会我们俩一个都走不脱。高级就确实不忍心把这朋友扔了，先是颤一阵，再逼一阵，再扶一阵，就这么路走到半路了。哦，那个朋友说：“千烦万烦，你走，你坚决不能，我再不能坚决连累你了。”追的人马上就来了，来呀，我们俩一个都不怕。最后，高级就是朋友。就抬到路旁了，又把人家大爷给盖个。高级刚到车站，火车就开过来了，列车员就把这高级爷就收拾了，把门子关上就收拾了。你干啥的？他说要饭店，饭店破破烂烂嘛，头发长啊，那个胡须各方面看，坚决不敢说是假编狗的。坐凳子底下了，幸好这个。又碰上查车的，你看，结果这个朋友啊，结果就浪吃到了，光剩下些骨头子了，把一个大爷们就扯得破破烂烂的，这个农场的追的人追来了，
从那个大爷的林子上把高级三个字看见了，哦，就认定了，就说高级死了，高级已经就浪知道了，另一个人嘛也就浪知道了，反正是现在浪不知拖到哪里去了，知道吧，那个人根本就根据他的体力，根据他的最近的情况，那农场的人知道他根本就跑不了，没法跑。之前你们知道明水滩那大量死人的情况吗？知道啊，知道啊。那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吗？牵引连一天没有采取措施，牵引连以后就止住了。那当时吴书记应该也知道这个情况。知道，没办法，牵引连了以后才把这个事情止住。为什么当时这个吴书记管农业的或者是张掖地委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呢？因为在你们张掖地区嘛，高台你没有粮给他吃，你有粮给他吃吗？你把粮拿出来。没粮食。你把粮拿出来。没有啊，天鹰来了以后才把这个事情弄止住。天鹰说他们是干部，要吃干部的口粮1月20斤按干部的口粮供应，啊，这样才把这个事情，才把这些人救活。钱英来了就有粮食了吗？钱英来了以后，粮食是他们管的嘞，这是按干部标准供应啊，1个月20斤呐、啊。钱英说话了，谁敢当？钱英这个同志呢，是大革命的时候的一个女共产党员，她曾经到过。红虎就是贺龙同志那个部队里面去，这个有一个电影叫红虎赤卫队，红虎赤卫队里边有一个叫贺英，贺英是贺龙的姐姐。当时这个电影一放以后，中央统战部有个副部长，他写了一首诗在人民报上登的，贺英已死，钱英在，留得英雄儿女行。那么对钱英的评价很高。钱英我知道，他都留过书，后来回来以后是长期在白区工作，他一直是在相当长期的是在周恩来领导底下在南方局工作。在南方局工作的时候呢，他大概当过南方局的组织部长，南方局的地下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负责发展这个南方的地下党的。开始说钱英去了以后啊，头两天一下子又死了好多，把他吓一跳。为啥呢？他叫从哪儿弄去的大米？他那时候明水农场还有200只羊，要杀羊，煮羊肉，弄这个大米粥熬成粥，叫这人饿了，叫人吃。结果这些人呢，肠子都没油水了，都稀稀的了，不知道饥饱，吃一点还想吃。那时候夹边沟的人叫吃多少怎么吃，吃了还想吃，吃了还想吃，吃了还想吃。他这么一吃就死开人了。后来开座谈会，我跟他说，我说我最近救人救的，我知道了，你别叫他吃那个这个粥了啥了。你就说弄点羊肉汤，弄点羊油啊，羊肉汤熬着去，叫他喝点大米稀的那个稀汤的，要喝点米糊子，抹糊子还别断，叫他喝点，他不至于马上死，还能养活着。从那以后呢，又不死人了。那说这是。那是个西北局会议嘛，啥会议完了以后，说这是给，抢救人呢嘛。他那农场有羊呢，说杀了羊的要，每天晚上呢，给这些人呢都给这么大的个勺子，一勺子那个汤，你说羊肉做汤。我为啥说这个？就是，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呢是一个。通过
地下铺的草的那个通铺啊，他在这一头子，这大睡一溜子人，这睡一溜子那个通铺，那大是个门进来一点点地，在他的头顶有一个年轻人，我记得那个时候就一个二十几岁的样子，他那到十二点钟，人到那个的时候，差不多到十二点钟就没气了，就多的都是睡觉的时候还活着呢，到十二点以后就不行了，不行那这个那个娃那个人他把他的缸子拿出来，黄大说，把你的跟我讲，哎呦我说咋？他给家属也给些糖尿，我跟我说，家你都把这喝上去。我估计那个人，可能我没一见那个人家你来人，这个事情我老觉得那个人能可怜的。有一个铁勺子，一个人舀那么一勺子，我就负责给那些病号拿他的碗，一个人给他舀一勺子。哪有羊汤？有个羊肉味儿的那水，就是这，没有肉，没有骨头，没有骨头，我吃的都没有骨头，不要说那病号。肉和骨头去哪儿了？那都是他们赵来狗和那梁干事他们吃了嘛，肯定他们吃的，可能是有他可能把那个农场里边淘汰的羊，或者是病羊，或者怎么淘汰羊。杀了一两只给这么多人吃，这么多人吃那熬一大锅那羊汤，那有哪有肉哪有骨头都让他们吃了，赵来狗他们吃了，我们怎么能够吃到肉呢？怎么能啃到骨头呢？没有说加羊汤了，晚上就是一瓢有羊肉味的清水。前营把这些人救了呀，不是这些人能回来吗？都得死在那个地方。哎，前营是从酒泉多前，他上高台县去，他并不是就知道这个地方。前营走路的那个下了个小雪，我们三个人从酒泉那边过来走到个路口了，我上边站着呢，他走着不知道路了，高台县在哪儿呢？说在这北边，往北走了，我叫他叫魏茂的，哎。你这个地方好像冒烟，这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他们在那房子烤火嘛？冬天冷嘛，都在那烤火着呢。那烤了火，那个棚子就冒烟。我说你们是哪的？我们是中央的。我说你们是哪？我们是中央，他们是中央的，来了解甘肃，就是这个，河西走廊、河西这一带啊，家穷人都饿死人很多，他来考察调查这个来。我现在到高台县去，你们这在哪儿？哦，我说高台县我没去过，我知道高台县从这个路往北走，你这个方向错了，你往西北走越走越远，你从这往转北那儿走，大概是高台县。他说你在这干啥？我说你们下去看看是干啥？只能下去，我能下去，你就说你这会下去。我住那个窑洞的口正好对着那个楼嘛。你还记得他最后一封信是写了些什么吗？最后一封信是，就是他已经不行了，啊，他就说是，他现在就盼中央检查团快下来了，他看中央检查团能不能下来。他已经知道有西北局兰州会议的精神了。啊，他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啊，知道这个事儿。中共西北局兰州会已经开过了，已经做出抢救人民这个决定了，我们不知道，农场领导他知道，所以他同意我去看王金超。下大雪，等了有六七天嘛，是大雪纷飞呀。这个地方啊，就是原来的最早的老四工农场，那么甘肃人很多这个单位啊，包括甘肃日报社、文化局等单位，就把一部分邮派就送到这个地方来。其中有好多呢是夫妻邮派、家庭邮派，那么人为的给分割了以后，
你比方说甘肃日报社的何凤明吧，他给人送到嘉边沟那个地方是劳动教养，何凤明就在这个地方监督劳动，和他们干报社很多的同志。要回家的话，就在这边前面那个到这个柳园那个地方坐火车。那时候这个兰州到这边开一趟火车，那火车相当紧，很难的爬上去。这个要回家的时候，你像那个后来的有些年轻人回去的时候，又没有钱，当时只有二三十块钱的工资，没有买车票，那还就挤，还是买个短途车票，然后就走到哪儿算哪儿，然后赶下来。从这儿到兰州啊，1060几公里啊，当时的火车按照正常速度要走1天半，将近2天的样子，30几个小时。当时就用安溪施工农场要到红柳园才能坐上火车。去红柳园这段要70-80公里，没有汽车你走不去嘛。所以这个为等这个车，我又等了好几天，等的我简直是，哎呀，简直都要崩溃了，因为我知道他那边很危险嘛，人到底活着没活着都不知道，如果能早一天去，也许他就还能把他救下来。这是施工农场的房子，施工农场是个劳改队的，现在正好是个劳改队，我说这是劳改的人住在这里。劳改队找他，这些还有房子都拆了，都让人盖了房子。哦，现在这些房子住了其他的人了。主要现在没住的房子快塌了。这是50年代、60年代的房子吗？这就50年代的房子。那里面玻璃还挺好的。玻璃那都是后来那换下的。哦，玻璃是换下来的。那玻璃都是后来换下的。他这个农场也有汽车队嘛，有汽车去这个红柳园。我这才把车坐上了，那是大雪纷飞呀、啊。我在坐在车顶上，就是那个里面还可以坐2-3个人。我们这是右派分子，不让坐嘛。哎，到了这红柳园还算顺道，很快就买上车票，就上了车了。这个地方啊，就是柳园火车站，再往前面走到新疆就到西域了。甘肃省划了很多的邮派送到河西的，去劳动啊，监督劳动啊，有一部分到这个敦煌安西的，就从这个地方下火车来进行分流。那么何凤明嘛，就在这个地方看他丈夫去呢，好不容易请下假来去看他丈夫去呢，他就从这个地方到明水去了。这个地方离这个酒泉呢，大概有300公里的样子，离这个明水滩呢450公里。到了明水，它有个小站，这停车1分钟，这1分钟我就车也没有站台什么的，反正好在那年轻从那车上跳下来，然后我就背着行李就那儿一个倒班房，我们这个人就给我指了指他的房子后面，他说你看下面一条雪人走过的雪路，你顺着这个雪路一直向西走。将近10里路就到了，这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擦黑我也得走呀，我也得赶时间呀，所以我顺着这一条小路，前后大概走了也就是1-2个小时吧，有一阵子这个小路又看不清楚，又把东西放下来，又找半天，我这一注意看，确实下面有个灯亮的地方，我就进去了。推开门进去，里面有2个人。我说我找王锦超。哎，你查了半天，他说上月，也就12月13号，他已经去世了。我坐在那儿，我就当时哭都哭不出来，怎么回事呀？觉得懵住了。这个管经文是个老红军，是在大军区的，把他因为别的事情把他弄到那儿去，弄得管经文活很好，老跟我住在一个窑洞，一个土窑洞，我两个一块住着。那个钱来了，在这上边站着汗叫着，这怎么死这么多人呢？这管经文一看说，哎呀，这个人我认识，他就跑出来，就什么就。钱大姐，你乖乖的救救我呀！他又爬起来走不动了，
跑不动就趴在底下了。那个钱也知道水帮我交田大姐，这一定是长征过来的，不是长征过来不会帮我交长江田大姐。他就下去告诉，哎呀，小管你怎么在这儿呢？管经文嘛，经文嘛，上管经文，就到给他就跪着跟他说咋回事咋回事。哎呦，这把你也弄着，你怎么也弄着地方了？老红军啊，大概他过来后那时候在一块儿了，他给他当过那个做那警务员，不是那个勤务员，他给管给那个钱大姐当过勤务员，他就把他领着当过那帮个呢。我说咋两个领和他参观好了，跟他说这个，他就在里边参观了。你参观您和关锦文亲自带着前营部的哦，转着不看，他不知道在那儿呢。死人，我说这地方死人还是少，你往下边走。就人死了以后就冻得硬硬的，就拿你自己那被子，把你一裹，就能往那一堆，就跟那，就跟咱们马砖块一样，就看就这样，这一条一条一条这么个，就这么就在这么就这么下一摞一摞就那么堆着呢，就那么干着呢，有的脚都在外边了。又带到下过那个坑，全是死人嘛掉的，人落人，人落他往后一冲，大概有几百人在后头落着，死了饿死的嘛。想说这不埋的，我说埋不成嘛，我们一天埋人也埋人呢，想着找几个农民来挖个坑，埋一个人3块钱嘛，就叫人家埋嘛，挖不动嘛，那个地那个祁连山下边嘛，那离祁连山近，你看都看祁连山嘛。你说那个地方冻成咋啊？没办法，只好那儿了。这钱英才能知道这个事儿的。吴壮南那干事就叫我说，就叫我嘛，说你把你那个一个组集中起来，那满人不去，我们也最后也是不去了，不去了，就不去，不去。我们搁这那满人，那个、中央军工作组要来了。哎，我说不去，为什么不去呢？我说。我们自己都活命都活不了了，我们还埋人呢，不去。他后来就鼓励我们去给你们加饭吃。这个饭给吃什么饭呢？啊，我现在的记忆里清清楚楚，晚上下班天黑了，天黑了以后就弄这么大的个铁桶，这么高桶铁，滴落了出了半桶这个粮食，什么劲儿？蚕豆是胡豆，胡豆磨的，胡豆磨的粉子非常稀呀、啊。看，不是说这个，不是说拿筷子能够捞起来的，就是拿勺子，就是捞出来的水流的，往下流的水的。后来就跟他说，埋不动，不去。他后来说给你加这个，加点他羊肉汤，他们把肉吃了，那个汤给我们有一点点，就拿那个汤做了一个。那是中央检查团来了以后的事情，大概就咱这个西北局兰州会议那个前前后后事情，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晚上去买人，晚上去买人呢，我们外边自动传说，你跟外界跟老乡跟谁都不能接触，你见不着老乡，那我们自是听说家属来探亲的就能听说这个事儿，后来就说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晚上他们就用两个车，一个大车拉着，还有一个牛车拉着两车出去埋嘛，出去埋，没有灯啊，就一个马灯啊，就那个船上桅杆上挂着马灯。一个车，一个牛车上能装多少？一个牛车，你有个牛车啊，一个老牛，那不装六七个、五六个？一个马车套上车，大马车套马车的。套的是两三个的套牲口呢，那一个不是拉十几个二十个人呢，我们一次就是二十买的。这个东西呢买了多少次现在我都记不得，那是谁算那个账啊？最后我妈说去看一下，这好长时间不来信怎么一回事，跟我那个姑就去找我妈我父亲去了，找去了。他光知道我父亲是怎么从这个农场又弄到那个农场，到底哪个农场他也不知道，就到处跑，就他说哎呀，走到有一个有树的地方，说哎，咱们到那个树底下休息一下，
有一到树底下，树底下躺了一个，就是一个死人，已经都干了，一下就把他们吓得就不行。张掖河西十三个农业县，一共饿死了50万人。张掖一共有多少人口？张掖那时候200多万。那就死了1/4了。哦。张掖县就饿死了。这个数字我和我们的主编顶了3天牛，顶不过人家。县委文件上写的是37800，但是我掌握的是78000。哎，我们主编说你这个数字是你的，没根据。这个37800这是县委文件上的，都用了那个数字。那您掌握的依据是什么呢？我就知道嘛。我在城南办公室里嘛，我就知道嘛。为什么张掖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张掖这个情况在甘肃省来讲，是不是算严重的？最严重了，重灾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俺军把粮食都拉走了嘛，不知拉哪去了嘛。把农村的粮食都拉上走掉了，不知拉哪去了。就是当时大跃进。茶产斗争。茶产斗争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查你多少产量，查你满产四分，啊，这叫茶产斗争，啊，打死了好多人。怎么个打法？打死了，活活打死了。茶产斗争的时候。在张掖。哦，在永昌。你不承认这么多的产量，你们好好都打死了。谁打的？工作组。工作组不是干部吗？干部他也打，干部不打人啊。那干部也要有政策呀。哪来政策？把粮食拿出来就是政策。那干部也都是几级县委派下去的人，怎么能打人呢？派下去的人都不能打人了，你不拿粮食就打你。工业可以搞建设，所以拼命的抓粮，那就不顾农民死活了。就农民，他认为农民多，你少一个人少吃一口，然后吃食就行了。其实或者少吃一口，到国级干部层层的，有咱们干部的任命制，任命制的他的权力来源是上级给的，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他并不对权力的实施者、被实施者负责任，权力是上级给的，上级要1亿斤粮食，我非得给不行，不给我才负责不了，我的命运由他决定的，这都制度的，这有个人品质因素，也有制度因素造成的，所以他就把粮食层层的交粮食，他明明知道没有粮食，还去搞反叛战四分吧。甘肃青海，甘肃宁夏。我的身边有个数字，就樊友勤57年，从57年下半年到60年3年时间内，就批判了19万多人，其中脱产干部4万多人。59年樊友勤文章中说到重点批判的脱产干部有11000多，其中高级干部就151人。这些数字都是？就是档案里说的。但是按照他们官方公布的数字，甘肃66万。后来他那个80年，他们一个副省长讲了100万。当时钱英他们怎么会来到张掖？要怎么会又走到闽水那儿去的呢？一开始来的是王钊，公安部副部长王钊。王钊。到宣化看罢以后，到高台县委，啊，骂他们啊，几次性勾断中放到五塔关门闭户，比日本鬼子大扫荡都厉害。这原话，哎，
这才到庄业来，到庄业来开的地委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嘛，啊，就把这问题揭露了。王昭回到北京以后，钱英二翻身来了。钱英是在王昭之后二次来的，他给中央和西北局刘兰涛打了报告，都是钱英干的事儿。您见过钱英吗？见过。哦，在什么场合见到他的？嗯，这个，我的那个办公室底下，从招待所出来，到常委会议室去，从那个从那走的来。他来回从那走，我都看见了。哦，他是个什么模样？个子不太高，穿那个着那个棉中山装。起来以后就把那厂长叫来，厂长叫来以后，他站到那个地方就看着我也在那儿。这谁？我说，就是人家来人就说不知道这个地方找地方，我干关系我两个，你拿那个。就是随便把木头干开子，滚滚子，拿了个木头滚滚，想打我的我打，谁叫你要这乱七八糟人家呢？对吧？你几个人是干啥的？那个警委员嘛，就是天一那个警委员，你看我们干什么的？大概说的话也不对头，你拿过来啪就把那个警委员打了一下，那警那个不是警委员，就是给他关生活那个打了一棍子，警委员把枪就掏出来了，一掏说哟。你怎么还带着枪？他说你认识他谁？那个厂长嘛，那个上去嘛，他不认得，他说我不认得。那这个钱英你认识？哎呦，钱英我知道，钱英是主任的书记嘛，那我知道，他就是。哎呀，吓得他就给人家跪下了。他说这咋回事？他就逮上，厂长逮上，刘振逮捕。刘振后来到刘振住下，住在刘振那个。那上边有农民的房子都腾了，有床有啥的，钱英就住到那里边去了。或者钱英打电话嘛，打电话给舅舅打电话，给厂爷打电话，给哥哥打进去打电话，就赶快来吃，快吃了。现在这人立即就释放，全部是放放走。上车高兴，哎呀，我才脱离这个苦海了，才逃脱这个死亡的地方。但是呢，又舍不得。我说你舍不得，跟这两年多跟这些人在一起，大家，我走了，他们的命运怎么样？我们这些家门口难民嘛，三千多难民嘛，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鲜血，来托举了我们，使我们这三百多人能够生存。现在家门口在世的很多人，都感念他们。我老婆的话，连夜见。上班了呢，请了假以后说赶紧看去，去，说实话，这不行了，就来看，就借着那月光，大明水河上去，走到半夜了才到了，我们看的人啊，两位家属就现在就是痛苦的不得了，也不让看，现在今天晚上你们不要看。说为什么不要看？人在不在？问他人在不在？人家说人在呢，人在呢，人在那是。现在你们晚上不能跟他并重。第二天大概十点多钟，太阳十点半出来了，姐姐我看，哎呀，我们身上就舌子就都不一巴掌上了。我老婆就因为呢。这个我放到这个锅啊，我舌子，前面的就苦逼着跟我说了，完了俺这就说的，看到我不行了，你回去，你把我母亲的话，三个孩子你看，你考虑，你带哪个你把哪个带上走，或把小弟带上走，或把姑娘带上走，就是最苦啊，娘娘。姐，咱们再走，说走到一个农场，要那农场说那人那篦子那个擦缸碗到处乱七八糟的扔的都，
多得很，还有那衣服一下在那个农场的那个那个像学校的教室一样的，还落得满满的，没有一个人。我妈一看那情景，我妈说她坐那儿就大声就哭。我姑说你还敢哭，来个狼怎么办，咱们赶快走吧。哎呀，我妈就跟上我姑就走，走走到有说是有水有树的地方啊，就是有农民的，就问人家说这个农场迁到什么地方，人家才跟他说。最后他们走就走到那儿以后，就说那见了农场的领导了。嗯，农场领导就把那个彩子拿出来，他说叫啥名字，一说他说人已经死了。最后我妈就没办法了，就回来了。我记得我妈回来以后一说，我们全家人都抱头大哭。因为我爷爷就是我父亲一个独子，那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过，说那地方有人吃人的，说你可千万不敢跟人说。他还说是他在张掖请我一个阎阿姨给他说的，我那个阎阿姨他老头子也死到家边沟，说死了以后他们都不知道，别人才给说的，说你老头死了。十几号吧，正下乡。这个下午把我从地窝子汗叫出来了，现在空起来啊，我说好有火炉地方家都不想通他，最后说行都是。起来以后把鞋子大概空了一下以后，我就也是我等到现在我这带出来个地窝子，我好像我就昏倒了，上原因好长时间没见过太阳了，这头顶太阳照就最后慢慢爬起来。把我送到那个大校车，一个大校车能装四五十个人，这个新车还漂亮挺的新车。我上校车时，我和李老师的银行背了五箱子，抱这个一个烟盆，还他背的行李，是从这后面一排的地步出来了。这个上车以后拿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当时晓不得啊，以后知道是个劳改农场吧，学校还像学校的教室，大概就这么大的个屋里，铺的鞋煤草，大的地铺，砖头，堵着了，都给他的这个框框。这个窗子个糊的新配置，那人个精神没啥好了，太阳还能照进来，哎呀，这简直是从地狱回到了人间了。吃的也好了，这么大的盆面馒头一些东西盖，还有一说汤菜，连汤带菜上萝卜叶子就是又上了带个这么大的个小萝卜，又是干菜，去年晒的，这个冬天个制了以后啊。调点盐，哎，这就，味道好，甚至能吃饱了，也学生乱活了。大概住了不多几天，那个管教干部进来说，这个赶快都给家里写信，叫来人把你接回。我说长风队也不让走，说是没有手续不让走。那个时候他已经。走路也走不动，是一时行也不，反正看起来也就不行的很了。我就和一些家属们走了那一天就走到，太阳都落了，天快黑了。后面呢，他们丈夫呢，人骑的车子呢，就说是，喊着说你们都回来，你们的人可以接了。你们回去接着去，这我们就又回来这时候他已经这意思也不清楚了。说第二天呢，一个马车派了一个马车拉了七八个人，
就把我们送到酒泉，还拿个破行李，我搬行李人，结果他就从那个载不住摔倒了，摔倒了下来的人都自己把自己都顾不住，都说快啊，你们的人跌倒了，你们的人跌倒，你快扶去，在的人都自己扶没办法扶别人，把他扶着进去以后他就休克了。当时就是因为路上颠簸了一下，也没有吃上没有喝上嘛，人就不行了。不行，我要到人家那个水房去端水去，我都心上一紧张，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当时也没有吃着喝上，这么走路也走不得了，我就爬着去，爬着去把水打上，我就又爬着过来给他把水叫他喝上，他已经不行的很了，人大小便都空，都控制不了了，都是，反正我就赶快叫他们那带队的人，带队人来一看紧张了，就给他送到这一个酒泉那个老街医院去。车来了，谁抢车就抢车，我没抢上车，第一辆车我就不坐上了，就往车站上拉。那车站上存放着，就专门的车站给留了两列车，两个车空子，就这些人上去往东拉，往兰州拉，一直放走。这前一来才开始放人的呀。这火车站那个房子已经不是了，房子不是在那个上这个台的台阶这个样子，那不是这样上的，是从两边这样，这两头这样上。您就这样从这儿离开高台的？哎，从这儿离开高台，我大概比这个时间还要晚一点。时间现在这是3:30，我离开高台大概就是6点多钟。就是车上有护士，还有大夫，还有的病号被打的吊针跟被家属搀着上来，也有抬着上来的，所以后来就车满了以后就开车了。开车以后，我这时候才知道，我说，可能要回兰州了。我背着火车上。那王老师比您高，您背得动啊？他那时候手指干着那个，我身体好，我把他背着，我一通背了4个人，把他背着火车上放下，下来再把一个的背了，3个，背着上去。上车以后，车人可多呢。行李我妈就搁在那个火车的卫生那个洗脸的那地方了，这时候呢，那个一会儿我妈过去摸摸她，看看有气儿没气儿，一会儿摸摸看有气儿没气儿，人家把行李卷都拿走了，我爸都不知道。就在火车上，就是是反正我这个车厢里面最小心的是一扇，是还怎么办？有一个在大柴工里面，一个大柴工车站。停下那个停时间长一些，从大柴沟这抬下去，我光我那个坐那一辆车，那个黄花就抬下3个，别几个那就都往下抬着。抬下去放哪里呢？就在那地方，谁知道是埋了还是送了他，那不把这死人都往兰州拉咋弄呢？他不是更麻烦？给地方一说，他那个人可以把那一埋嘛，我也不知道，反正抬下就给人撂那车站上去，车站上来咋处理咋弄的我就不知道了。那前面那个候车室还有没有了？没了，现在这地方不办理客运。哦，不办理客运了。现在这地方不办理客运，对。您说一下，原先的时候，那是我年轻的时候下来的时候，从这儿上五道城西洋站就从这儿下来的。现在怎么是东西南北都降？那时候这是很热闹一个车站的。那时候机务段那时候站是比较大，那时候机务段那些都有，现在堵车了。机务段前面加个车到后边车的，咚咚咚咚咚往过走的。到前面就盘山了。嗯。哎呀，这一出去两公里多的，就进隧道了。对，遗憾是晚上了，看不见了。候车室都没有了，那时候候车室人都挺热闹的，老见了。反正一路走是一路死。死人都不登记。等什么记？是你是哪个单位管的？是他也不知道，都弄不清是哪个单位的，都不知道。我们到兰州以后，
就单位来往回领的嘛。有的单位很好，当时就去车就都带回去了，我就没有。丰田回来的相当什么？相当惊险。大家都上了车了，他妈他那病着的上不去，他这个一个脚插着车门，一个手拉着这个车门，刚要上去，一上面一拉车门关上了，他就掉了一站，从高台车站掉到明水车站。你想想那个人的生命力啊，求活的这个愿望有多大吧？他都要死的人了，都能那样过来。那后就我记了，就刚刚给把铜蛋蛋的那车门子那把子，怎么子呢？铜蛋蛋车也走开了，走开了。结果人家里面的喊他了，喊他，他说外面热，外面热，他要把他的电车啊，开开，我妈妈奶奶的开开以后，我当天晚上拿上去我就坐什么呀？我说坐着嘛，坐着到了专业，我到了专业我才到专业是个十一点钟，不能说下来，我摇摇摆摆的下了车以后，就在那个台阶上又坐了好长时间，起来我顾着起来慢慢悠着走到石碣石走，又坐了一回，因为这是红红沉沉的。到了以后到先福街，先福街我走过我的门了，我都不知道了。这快到广场了，我说不对呀，这过了吗？过了，又回过头来，慢慢的走着扔到我的街门。等到我进来以后，我母亲在床上呢，一进来以后，我就哭着，我回来了，我母亲也哭。我跪下给我的母亲磕了个头，我母亲赶紧上来把我扶上，扶上了，赶紧就打发娃娃，说是你快去到，你爸爸，他说我也哭，我母亲也哭，娃娃也哭。是李家庄，省干部招待所，一个姓赵的老赵到火车站去接我们，在半夜的时候去接的，那时候已经没有人，三更半夜，他去接去以后到李家庄，我们在路上，我记得稀稀拉拉的，就很冷的天，我就提着行李，但是我们这些人真是都是奇形怪状，穿的衣服那简直又褴褛又。反正很狼狈，很狼狈的一群人，就是后来到李家庄。李家庄以后住那以后，一个人31斤粮，但是这个都会比较好一点。我简单说一点，就是从此我们的境遇比全国的右派都好。我们回来了以后，就直接就组织部就弄到这个兰州省委的哪一个地方，我记得好像就是商城门那里。一个房子里面，你说什么嘛？反正他也蛮好的，他就说这，给你们整容，啊，另外还给你们告诫一下，告诫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出去了也不要多说，对吧？因为你那边的情况跟你现在单位里面不一样，这是一个。另外他也跟你说了。你这个右派帽子是没摘的，还得要继续摘。这个摘呢，就是到原单位去摘去。所以你多说了，说了一些这个东西，对你们自己也不利。那就这个样子。我抢救的病人都已经死掉了。那时候用什么方法抢救？就是用这个，碘葡萄糖加维生素 C， 再没有别的，蛋白质这些都没有，都没有的。都死掉的。你有没有记得就是你眼睁睁的看到的死亡？我当时觉得我是他们的医生了，都死亡了，头一天来，
因为得救呢，就是可能贾平公来的闹交的，跟我打招呼，兴高采烈的，好像得救呢，是第二天就静悄悄的，多半是早上里天明的时候死掉的。没有，为什么救不活？因为他全身的机体都在一种没有营养的状态下面，整个组织都是破坏的，所以你靠一瓶两瓶东西或者给他吃一两顿饱饭，他是活不了的，他整个组织都属于一种衰退的状态。大概都是多大岁数的？哎呀，也都是30多岁吧左右吧，也有很年，也有30多岁20几岁吧，都从贾平沟来的，多半都是。我这样从那时候我才知道有个贾平沟的老窖农场。当时呢，这个1961年了，实际上贾平沟农场呢在61年的时候已经解散了，但是我们就那个家属们不知道，不是知道呢，我母亲当时呢是30多岁，当时是带着我准备呢是把我要。给我给整个装了一袋子包谷面馍馍头窝窝头，准备给我小爷爷送去。送去以后呢，我们到兰州西站上车。兰州西站那个是当时的什么呢？兰州当时的是这个是饿死的人很多，每个树窝子里都有这个饿死的人。这个兰新县呢，在当时呢是救了很多人。当时呢是火车一停下以后，人们呢是什么？就是整个人们呢就是。像就是那个文化大革命里的那个当时大船帘一样，整个呢人们呢饥民呢就从这个窗户里面呢就那个往上冲，所以火车踢的时候在阵站上不敢踢，或者呢是提前让下车，或者呢是在越过这个车站下车，所以我母亲带我去以后呢连着3天没有上起火车，因为是什么的，火车一踢下以后从门里面也进，从这个窗子里面也往上面爬，人们往上爬，奋力的上往上爬。当时爬上火车想去哪里谋生呢？到新疆谋生。后来呢有一个大学生就对我母亲说什么呢，你呢是你不知道贾平沟的情况，我知道贾平沟的情况，贾平沟农场已经被解散了，如果呢是你那个没有见到你的那个就是亲人的话，可能你的亲人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是什么呢，这是就那个在第三天的时候呢有个大学生来跟我母亲说了以后，我母亲呢就彻底绝望了，以后再就没有去，啊，再就没有去。那个就是贾平沟，不是这个就啊放了那么多人嘛，整个甘肃啊就来兰州会议，甘贾平沟的人都放了，那对这些右派也应该有个结果嘛。这个结果，这他们都是60年的年中的时候都回了家了。那么在我们这些人呢，那共产党说抓人呐，早上的命令啊不等中午，那飞机我们就抓了。可是说放的这个嘛，你要这个贾平沟那是这一个集体的那么一个西北局会议就来了嘛，来了就是他就那个做了这个决定，他就不得不放。那我们这些人呢，他是一层一层往下这一个下命令，这一层一层下命令，你在这个甘肃的他也下到公安厅去，公安厅呢在研究下到甘南自治州啊要法院来研究，这个3研究2研究把我们就研究到62年的这个下半年了。因为刚回来单位里面的人也看了你这些都是坏家伙。再一个是劳改队待了那么长时间，这个人的样子里面味道里面也带有这个劳改的味道。人家也不太愿意，除非好朋友他还给你点点头啊，说两句啊，其他的就没人跟你说话。再加上粮食那么紧张，兰州粮食也那么紧张，我们又饿成这个样子。60年的11月份，11月10号，我记得是，就把我从城关区法院把从那个地方又递补了。为什么呢？递补是咱们
就是我们一个单位还有一个右派叫马党，我们就认识一个叫马宪，那是个少数一个，这么两个人。因为那个时候以华改方位的阶级都就分清敌我了嘛，对吧？那么跟我们就见等着呀，就不说话了。我们也不能跟人家说话，我们在一块的说话。临走了，有一个气氛让我们三个找个乡，我说不找了吧，他不知道以后怎么着的，就找了个乡。而且上面还写了几句话，大概是当时就说选我们的友情怎么样好，就是现在录音上还不是他编的，是那个丁宁写的。太阳照到桑干河上，那么几句跳了几句写了，就拿着一个问题作为我们是反动实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来往加班沟通信都是问候发的，这个信弄了一大摞子，就拿这个东西判我四年徒刑。村加班沟把我接到城管局法院了，接到以后就判了就在城管局关了，那个关了一年零两个月，就是14个月。嗯，我去的时候办公室有好几个人，好几个人进去以后都有天认识我，都大惊失色。我进去以后我说的，我说我从江边回来了，记住了老窖了，我想回到原单位工作。他都没有多问，就简单的说了一句，说现在编制满了，没办法安插，再没说啥我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就把这个粮食啊，这个就把那个户口啊，这个什么，就转到我的老家去了，转到水泉去了，在老家劳动了，20来年。再说我爸从嘉宾沟刚回来，他也是知识分子，他也不会干啥呀，寻思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看看吧。就这么，我就跟我爸，那时候我是13、14岁吧，那年。看大海正涨潮，啪啪啪啪浪拍一下下的，站着那么显得那么渺小，一点茫茫大海一点半点，默默没办法走出来，哪有什么困难，我说没办法，是什么苦，最苦的活他都干了，拉个预制板盖房子，大预制板，一个人夏天很多都那人都平了，跟那车跟那什么，就那样维持生活，脚。得的小张山气大大大的布袋勒着，也得出去拉车去。说，上级来人调查的是，叫跟着出瞎话，都是病死的，脑溢血，心脏病。谁让大家说瞎话呢？厂的厂长，刘厂长。那既然上级来调查这个事儿，就等于是要处理这个事儿，为什么大家还不说实话呢？赶紧说实话呀，不然你没机会吧。他那个威胁力很大的，你敢说吗？说了不让你回去。威胁。你威胁你，现在不要说那儿了，现在这警察局里，这个什么那个政府人员威胁老百姓敢说话吗？不是还是不敢说话吗？这就是我父亲经过多次申诉以后啊，这个国营石锅农场给我的来信答复是因患讨厌而去世啊，而这和嘉宾沟的一些右派啊死亡的人都一样，认为的都是这样。有一天我们收到一个包裹，这个包裹呢是从加边沟寄来的。加边沟这个就是我父亲劳改的那个地方，教养那个地方农场寄来的。是什么东西呢？一看呢，是一个吃饭的一个搪瓷盆，再有什么两三件那个很单薄的什么衣服，他们上面也有个条子，此人已逾几号，这个病故，完了，这就是我们知道我父亲不在了，就是从这儿知道的。包裹是您拆的？哎，
这个条也是您告诉你母亲的。对。当时你母亲什么反应呢？那就痛苦一场嘛，因为太远了，我们那个地方，甘肃、平凉、华亭那个地方，离那个酒泉那个地方，远得很，远得很，怎么能到那儿去啊？去不了。给了通知了，而且就是把那个弄得就不挺不像样的。就是寄来什么遗物了？寄来了。一直没给我母亲看，我怕她看不下去。你看过？我看了。什么样子的？那简直是一烂糊涂，那棉衣烂得一塌糊涂，这棉花都出来了，没有多少好的地方，很薄很烂，扣子也差不多快脱完了，很脏很脏，简直脏得不敢说。就是一件棉衣，还有好像一个棉被子，就算没有什么。你拿回来你就一直放了这么几十年。对呀、啊，那老板给他干了，我就把它包装起来。然后呢，就火葬了呗。火葬的话，那个墓碑上面就有他们父亲母亲两个人的名字了。这个父亲的一张相片和他那个破烂衣服一起就放下去。这个是我父亲的死亡通知书，当时这个纸你看就这么差，得过了好长时间才寄回来的。这个是我父母亲是听我们那个邻居有一个唐老师也是去的那个右派，结果我们他爱人说话时候说漏了，跟我妈说了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就去县就问了以后厂部就来的这个复县，他是这样写的：郭右藩同志，你父王锦泉的墓址经查，在加边沟农场厂部西三沟口，从墓图看，坟墓编号为25号墓，墓上我们原有碑标记，坟内埋有用砖头漆写的名字，但目前由于加边沟农场已撤销，时间也很长了，墓碑是砖的，可能被风化了。我们意见，不迁是否可以？说您还亲眼看见最后他们造死亡病历的情况？哎，我看着了，那就是因为我不是让我去档案去吗？那个时候，当时兰州军区说你们这些人，部队上去的这些人档案还在那儿，你们要派几个人去取档案去？派了谁？派了关景文。我王志三个人去的，我们去了以后，可能在我们回到兰州以后，三个月以后了，三四个月以后了，因为我记得天已经暖和了，已经是四个月以后的事了。这个，有个大会议室，那个时候从那是。我们的劳教人员，那谁敢到那儿去？那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我是个自由人了，我就跑进去，一去一看，人家还留下了一些右派，干啥的在那儿，一个一个，都在写。我说这人写啥呀？我到跟前一看，死亡，就是死亡册子，死亡造册子。我就特别注意了一下那个死亡原因。那一栏里面写的各种病啊，什么什么什么癌呀，又是什么什么心脏病啊，又是什么，反正乱七八糟。让我说呢，我那个上写的就是说把中华医典上所有的名词能够写上的都写上了，其中好多病我都听说过也知道，只有一种病我还没听说过，叫营养障碍综合症，这么一个病，
我大概小小可能就是饿死吧，人家不说饿死，说营养障碍综合症。当时我就想，我说你看这个编造的，明明都是饿死的、累死的，你就写饿死的不就完了？还给你胡编的这个病死的、那个病死的，欺骗人嘛？到那个时候了还骗人，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说这太坏了，简直连承认的那点勇气都没有了。在高层，比方说像安志文也好，或者是钱也好，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都是正义的，但是我没有听他们说过这些问题中央有负责，这话他们都没说。他们都是纪律性、组织性非常强的人，即使他们心里这样想，他们也不会这样说。大概当时的一般的这些干部的，包括领导干部的状态，大概就是这么个状态。后来这些工作队回来以后都有纪律，不准向本单位谈这些问题，谈下面的情况，谈下面情况，死人这个问题不能说，饿死人不能说，不能说。把这些地方饿死人的势头是遏制，根本问题呢没解决，责任呢是一笔糊涂账。中间的干部呢，他们当然有很大的责任，但是你全部说他是他的责任，这也是不公道，不符合事实。